阿紫，你怎么下来了？不是说好了吗？我来找你。怎么了？还在担心啊？好了，不要担心了。你爸爸不是说了吗？他会100%把这件事解决完的。啊？我怕他们会吵起来。怎么可能会吵起来呢？那天你大伯不是和你后爸那些长辈们在一块商量这件事情吗？他们肯定有共识的，咱们就不要担心了。浩全啊。儿子，要不我带你出去溜一圈吧，玩一圈，去丽江、大理，然后去三亚。不去。怎么不去啊？那不是要花钱吗？哎呀，没事的，啊，好不好？这样咱们那个出去溜一圈，带一个好心情回来，咱们再投入到工作里边。你看这几天这些事情，太让人闹心了，好不好？去了，那得花钱，而且你好几天。是，那这样，那咱们出去了之后呢，这些消费的大权我交给你，好吧？你说消费就消费，你说了算，行不行？还是不去了吧。哎呀，没事了，你带身份证没有啊？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好不好？走走走，回家回家回家拿。真的不去了？哎，没事，走吧。你都没出过省，那出去带你溜一圈，看看外面。是啊。走走走走走走。我还是给你做饭吃吧。拿身份证，咱们下去吃饭，好吧？不用，就在那吃吧。你回去拿身份证，不在家吃了，太麻烦了。他得坐，你快走，快走。阿紫，是不是有点紧张呢？我看你。第一次出去。没事的，这不有我呢吗？刚才你爸爸那不是也同意了？啊？我真的什么东西都不用带吗？不用带，带身份证就行了。完了，剩下东西用的，咱们出去再买。哎呀，不要担心了，那边很热的，那边比你这边气温要高，啊，去那再买点。走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没关系，我来请嘛，我来点，好吧？不是，你每次点都那行，那你来点，我给你推荐个活动，看你抽奖，看能不能中奖，好吧？把你手机给我。抽一下看能不能中奖。我天哪，2023元现在直接到账了。对，这是拼多多2023推出的津贴抽奖活动之一，参与活动不花钱就能够秒杀到2023的津贴，平台是直接打款到账的无门槛提现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不局限于拼多多使用。还真是真的呀，这个怎么抽的呀？这个活动链接我放到了视频左下角，大家也快去参与试一下吧。听说最近又发下一波名额，趁知道的人不多，抓紧机会赶紧领取你的津贴吧。现在钱够了吧？走吧。你随便点啊。这点素的呀。啊。你点点猪的，我来点好了，我来点。每次点就一猪，吃那我就点一个行不行？这个啊，就一个来。那别。一点那么多，我们吃不完的。吃得完，你多吃点，我多吃点，好吧？那我们这次要去哪儿啊？这次去云南、丽江、大理，然后去三亚，好吧？去哪儿？本来这次我想带你回北京的，然后我觉得我们那边太冷了，反正早晚也得回去看看。等到春节那会儿，咱俩再一块儿回去，好不好？花多少钱啊？哎呀，花不了多少钱，你别担心了，行不行？阿紫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看你认识我，然后咱们俩一路走来，你没有后悔过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让你承担起。你？对啊，你看我什么忙都帮不上你，而且我的事情都是你在帮忙。没有，你知道你帮了我最大一个忙什么吗？我还能帮你忙啊？对，就是我们俩的感情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一颗坚定不移的心，这样我才有信心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不会放弃你，都更不会去丢弃你。然后虽然你有时候你就很单纯的像小朋友一样，但是我知道你心里边是最善良的。如果有一天啊，就是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儿，什么呀？你这个
是的。啊，我就你听我说嘛，就是不管以后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还是健康，我觉得你肯定不会离开，真的。